这就是北京了。我是在阳光灿烂的正午生的，所以我叫正午。我换了一次驴车，两次汽车，还有三次火车，终于来到了北京。下了火车往北走，坐103路四站，到崇文门换44路坐六站，到德胜门换315路坐八站。下了火车往北走，坐103路四站，到崇文门换44路坐六站。北京的人真多，他们真幸运，生下来就在这个地方。我没有他们幸运，但是我有力气，我能吃苦，我有理想，我一定能在这个城市待下去，我一定能找一个北京姑娘做老婆，这样我的儿子就像他们一样，生下来就是北京人，就生活在这个城市，就有北京户口。大哥，下车的乘客，请您出示收月票。正午，到北京来吧，这里有你想要的一切。记住，下了火车之后千万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五子，第一次这么近的看一个姑娘，而且还是一个北京的姑娘。我没有想到我以后的日子会跟她有什么关系。不是故意的，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你要是故意的，你也不跟这儿待着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没说你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也得赔。你把我的东西都弄坏了，你就得赔。快点的，我这还有事儿呢。可是什么呀？你要再啰嗦，我可叫警察了。警察，开。我就这么多了，都给你。我只有这么多了，全给你了。我真的没有了，不信你看。你别哭啊！我不哭，我
回去怎么交代呀、啊、我这个是我带给五子吃的，他说最近老掉头发，你要是不嫌弃那你也拿走吧。让让让让，怎么回事？没事没事，我不小心跟这摔的。那就赶紧收拾走吧。哎，行，别跟这儿堵着了。行，哎，怎么回事？这大姑娘摔个跟头没看见过啊？还当着演杂技呢？走吧，啊，散了。干什么？你还有个灯笼？还是你自己留着做纪念吧。哎，你还想怎么着？你要再跟着我，我可真叫警察了。我有办法把它修好，我真的能糊好它，只要有纸和染料。我能把它糊得比原来的还要好看。真行吗？真行。过年的时候我们全村的灯笼都是我糊的。你就吹吧，就你。哎，你真不是吹牛的。我不吹牛。那就试试吧。坐下，我数三声哦。我想上厕所。你要是怕我，那我就不上了。我呼完了就走。那你早说呀，厕所在那边。
这个糊好了。你怎么会糊得这么好？我在家里就是干这个的。糊灯笼？扎彩棚。扎彩棚？对啊，我们那的风俗，过去谁家要嫁闺女娶媳妇，就在自家院子扎上好大的彩棚，在树上、房上、窗户上挂拉花、剪纸灯笼，谁家弄得排场大、花样多，谁家就最吉利，所以大家都争着请手艺最好的师傅。我爹的手艺在那一带最有名的，所以我爹永远被大家抢去。我是在彩棚里长大的。有一年，村长和书记两家同时办喜事，两家为了争我爹打了好几场大仗呢。后来呢，我爹呢就白天帮村长家扎，晚上就帮书记家扎，两家才算和解。那是我见过最大最风光的彩棚，半个村子啊都让彩棚盖住了，方圆十来里那都是喜庆的气氛。我和五子还有好多其他的孩子比过年还高兴，足足在彩棚里玩了有一个月。那你为什么来北京呢？北京好。北京哪儿好？北京，北京大，北京有高楼大厦，有宽阔的马路，还有好看的姑娘。五子说，北京有我想要的一切，还可以挣好多钱。就因为这个，你跑到北京来了？你想的也太简单了。我劝你还是早点回去吧，像你这样，一没钱，二没技术，怎么在北京混呢？早点回去吧，要不到时候走不了，留不下。我不回去，我要留在这里，我来了就不回去。我要在这里找工作，在这里挣钱，在这里成家，在这里生孩子。我来的时候都已经想好了，我要找一个北京的姑娘做老婆，我一定要找一个北京的姑娘。人北京姑娘怎么会嫁给你呢？我怎么了？你没怎么，但你是农村人。北京这么大，总会有一个喜欢我的姑娘，总会有一个愿意跟我的。我不笨也不傻，我有力气，我能吃苦。你现在啊满腔热血，我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等以后你就会明白。我会坚持的，我一定会坚持的。我是个农村人，因为我爹我娘是农村人，所以我生下来也就是个农村人。如果我还待在我们那儿的话，找一个农村姑娘做老婆，那我的儿子生下来还是农村人，那我的后代也就永远是农村人了。我觉得这样不公平，所以我到北京来就是想娶一个北京的姑娘做老婆，这样我的后代才有可能成为城里人，我才算没白来。你目标远大呀。北京是我的理想，无论多难我都会在北京待下去。其实我真的很羡慕你，你看你多好，生下来就是北京人。你怎么知道我就是北京人？你当然是北京人，我能看出来，只有北京人才有你这样的气质。其实我们那里的姑娘长得一点也不比你们北京人差，可是怎么打扮也不像北京人，就是因为没气质。我不想忘记。
你怎么会吹得那么好？不知道，我生下来就会。你吹牛。真的，我娘说我哭的时候都是吹着口哨哭的。回去吧。哎，等等，还给你。你找谁呀？大娘，我找张大武。张大武？对，我们都叫他武子，他的大名叫张大武，弓长张，大小的大，队伍的武。您看，这是他给我写的。小伙子，你还是赶紧走吧。可我是来找他的呀。他已经不在这儿了，他还欠我俩月房租呢。小伙子，我看你是个老实人，赶紧走吧。哎，大娘，可我是来找他的呀，我去哪里找他呀？大娘，我求求你，他一定给我留话了，您告诉我，他让您告诉我去哪里找他呢？大娘，哎呀，小伙子，你千万别跟我在这拉拉扯扯的，警察都在周围藏着呢，监视着这儿，你要是不想惹麻烦，赶紧快走。哎，大娘，歪了，往左一点，再往右点，太多过了，再往左一点，还高一点，太高了，再往下点，斜了，哎呦，你怎么搞的？你斜眼啊你！赶紧下来吧，还是我自己来吧。哎呦，还是你上吧，我有恐高症。
哎，擦鞋吧，擦鞋吧，鞋太脏了会显得没有档次啊。我能让您的鞋焕然一新，重放光彩。擦鞋吧，擦鞋吧，鞋太……哎，您是你？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帮我擦擦鞋吧，收拾还行吧？不好，现在根本就没有人擦鞋，穿高级鞋的人怕你把他的鞋擦坏了，穿烂鞋的人又没钱让你擦，你今天还是第一个。娘的，我算是上当了，当初那个小子把鞋箱子卖我的时候还告诉是老乡照顾我，其实是他自己干不下去了。我也真傻，也不想想要是好干他自己为什么不干，我还真以为遇到雷锋了呢。想不到就几天的时间你的口音就变了。你看我说的像北京话吗，小姐儿？不像，像外国人说中国话。你笑的时候最好看。好了。手，我听一个朋友说这个建筑工地招工人，你去试试吧。哎，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这可是苦活累活，我不怕啊，领导，有时候还很危险。我思想做好准备了。我跟你说，你不合适干这个。领导，我能干，我求您了，您就把我留下来吧。你太瘦，你看我这工地上哪样东西不比你有分量。哎，领导，有力气不在肉多啊，我有的是劲儿，您就让我留下来吧。领导，我真的能干。出了事你就不这么说了，你赶紧走吧，我没空说了。哎，你看我能干不能干？你留下吧，啊，你安排去。哎哎哎。叫什么？哎，周正武。外地人吧？啊。你有暂住证吗？没。你有卫生防疫证吗？没有。办完这些再来找我吧。我一定要在这里待下去，像北京人一样待下去。我要在这里成家立业，找一个北京人做媳妇。我要在北京生孩子，这样我的儿子就是北京人了，我的孙子重孙子也都是北京人了，我所有的后代就都是北京人了。我要让我的后代再也不要像我一样，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这里待下去。他们可以在北京干自己想干的事情，我要让我的子孙后代在最好的城市永远永远的幸福的生活下去。
柱子，你睡了吗？我睡不着。我刚要睡着。哎，你说咱们明天真能发钱吗？能吧。能发多少？听说是500。500？你没骗我吧，柱子？我骗你干啥？500，一个月500，一年就是6000块钱。柱子，你说咱们用这些钱做点啥？嗨，娶媳妇儿呗。对了，柱子，明天咱们上街逛逛。我来了一个多月，还不知道北京到底啥样呢。咱们上天安门，上大商场，看电影。对了，我还要给我妈寄点，让她也高兴高兴。柱子，你知道这是哪儿吗？我再说一遍啊，这儿没有调住鼓励的，你要是再不走，我看我喊警察了。讨厌。为朱古力点首歌。朱古力，她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女孩子。那你想点首什么歌呢？我不知道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她很好听，是我和她一起听过的。我想那一定是首非常好听的歌，但是非常抱歉，我不知道歌名，就没法为你点播了。我知道怎么吹。电话来说给俺介绍个对象，让俺回去见面呢。你回去吧。那女孩才18，俺爹说可好看了，还上过高中呢，好多人家惦记她呢。那你回去吧。我也犹豫呢，我怕我一回去俺爹就不让我出来了，家里有3头猪呢，俺爷爷又等着抱重孙子。周志武，有人找你。找我？是的。好吃吗？好吃。真好吃。
不好吃。那你为什么还吃？你不是说要想当好北京人，就得先学好吃西餐吗？你的名字怎么那么怪呀？你懂什么呀？朱古力就是巧克力的意思，巧克力就是甜心的意思。知道什么是甜心吗？外国人管最最亲爱的人都叫做甜心。你爸妈还挺有远见的。这名儿才不是他们起的。那是谁起的？不会是你自己起的吧？你问那么多干嘛？烦不烦？想去哪儿？那你能带我到这个地方看看吗？这很难吗？不是，离这儿挺远的，我怕晚上赶不回来。你知道北京是个很大的地方，从一头走到另一头要一天的时间。哦，是这样，那哪天我们一早就去，到晚上怎么也到了，正好赶上灯火通明。朱古力吗？我是郑武。哎，我不是告诉过你没有重要的事儿，别唬我吗？没事，你老瞎唬什么呀你？可是，我真的有非常非常要紧的事找你啊。你必须穿得稳重点，让人家姑娘觉得你安全可靠。哎，欢迎光临，这款衣服先生穿的挺显档次的，现在正在特卖。多少？才2560。你到时候一定要早点去，人家姑娘来了，你得先站起来，然后人家坐下，你都，哎呀，你听我说呀，人家坐下了，你再坐下，知道吗？到时候你别老盯着人家看，也别坐得离人家太近，咱们呀，要表现得有礼貌。那我该说啥？你可以说说你家里边的情况，或者是你的工作什么的。哎，不过你记住了啊，千万不要把那天你跟我说的什么要在北京生孩子的事儿跟人家姑娘说。为什么？你这样会让人家觉得你太现实，不够有品味。你要知道，女人们都喜欢浪漫的男人。有镜子吗？这啥有镜子？那我要是看不上他怎么办？看不上就什么都不用说了，客客气气的跟人家告别就行了。你想什么呢？人家能看上你就不错了，你还以为自己是抢手货呢？我有那么差吗？你挺好的，可你是农村人，跟人家就不是一个档次。不过你也不要自卑，农村人也有农村人的魅力。嗯，多少钱？打完折78。就他了。我想永远生活在北京，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我想找一个北京姑娘做媳妇，我想在北京生孩子，这样我的儿子生下来就是北京人，我的孙子重孙子生下来就都是北京人，我所有的后代就全都是北京人了。他们不用像我一样为了在这里待下去什么活都干，他们将来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要让我的子孙后代在最好的城市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怎么不说了？我说错了。说得挺好的。您真认为我？我觉得你很诚实。那以后我还能再见到您吗？我觉得你不会太想见到我了。怎么会呢？像您这么文静的北京女孩，我不符合你的条件。您没北京户口？不是。那就好。我身体不好，不能生孩子。那我先走了。我喜欢北京，因为北京能给我机会。我想娶一个北京姑娘做媳妇，因为我觉得北京姑娘的气质非常独特。妈妈妈妈，别听她说了，我们肚子饿了。正午，啊，俺爹非让回去见那个姑娘。他说，如果俺再不回去，他就和俺娘领着那个姑娘来找俺。那你怎么办？俺就是不知道嘛。俺爹和俺娘要是来了，看到俺跟这伙，非把俺抓回去不可。俺家那三人头猪还等着俺回去喂呢。找谁呀？找谁呀？这施工种地。俺找李大柱，俺是他爹，还让他出来见俺的媳妇。啊，大爷，这危险，你在边上等着，我就给你叫。柱子，你再跟你媳妇来了。柱子，柱子，狗日的，你敢跟咱出来，咱把你媳妇带来了。是骡子是马，出来溜溜。你说我第一次见刘小红父母，给人家买点啥？买酒会不会显得太土？或者买两瓶咖啡？要不就买两本书，显得有文化。哎，你说他约我见他父母，是不是就表示要和我确立关系了？也许是吧。朱古力，我就要在北京有家啦，在这儿，在那儿，也许是在这儿，还有那儿，不管在哪儿，反正有一个屋顶下是我的家，家里有我的老婆和我的儿子，我的老婆和我的儿子都是北京人，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这样我就是半个北京人了，我走在街上就能雄赳赳气昂昂了。我的儿子要吃麦当劳，到大商场买东西，看动画片和 NBA， 还要上重点学校，还能拿电脑上网，说不准他还能到美国去上大学，在美国成家立业，找一个美国的女人做老婆。那么我的孙子生下来就是外国人了，就会讲英语了。啊，大海啊！
你怎么了，朱古力？不高兴吗？我找到对象，你不高兴吗？你应该来为我高兴才是啊！我马上就要有家了。你怎么了？我说错什么了吗，朱古力？朱古力，你不会看上我了吧？啊，朱古力。朱古力，你别哭啊，有什么事情咱们好商量嘛。朱古力，你别哭啊，这是要让人家看见，还以为我欺负你呢。朱古力，其实我心里也一直挺喜欢你的，可是我就是怕你看不上我，一直就没敢往那方面想。你看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女人对我还不错，我总不能辜负人家吧。哎，要么朱古力，我去跟她好好说说，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好不？你知道什么呀你？我的呼吸丢了，上哥再也找不着我了。我也见不到强哥了。我不是北京人，原来我跟你一样，一直有个梦想，想永远在北京待下去。我觉得我聪明、能干、年轻，我完全可以像真正的北京姑娘一样，有好的工作、好的收入，有个好老公。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把我妹妹接出来了，再把我爸跟我妈接出来，把我爷爷也接出来，把他爷爷也接出来，我要让他们过上他们想都没想过的生活。可这好像只是我的梦想，好像很难实现。强哥是谁？是不是就是给你起名字的人？强哥是我在北京唯一的一个亲人。我留在这儿，就是为了要等强哥回来。只要能跟强哥在一起，无论去哪儿都行。可现在就算强哥回来了，他也找不着我。那个，这真的到哪都能呼到吗？对，天涯海角。那我还能不能再上这个号？可以。您好，我呼5872，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姓周，周正武。
好，谢谢。您好，请呼5872。你笑的样子很好看。周正武。哎，好，谢谢。您好，呼5872。世上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周正武。那我先走了，你再坐一会儿吧，我一会儿就忙完了。不了，我一会儿还要去人家里。那你先走啊。记得一会儿到人家姑娘家，不要东张西望，要表现得大方点，知道吗？哦，我知道了。去了啊。5872，啊，希望我们都能梦想成真。周正武，啊，谢谢。他家人可喜欢我呢，让我以后没事去他家玩。他爸原来就是农村的，后来转业留在了北京，跟我可聊得来呢。那你的对你咋样啊？他总是对我笑，笑得可好看呢，快赶上朱古力了。你知道他在哪儿上班吗？哪儿啊？在劳动部。你知道劳动部是干什么的吗？是专管咱们这样的劳动者的。那以后我要是和他好了，调工作就是一句话的事。柱子，等以后我调到宾馆当门卫，让他也把你调进来，咱俩还能天天在一起。能行吗？宾馆的门卫得懂英语。我已经打听好了，会几句就行，什么你好啊，谢谢啊，再见呀、啊、哎呀，几天就会了。我看没那么容易吧。怕啥，咱劳动部有人啊，你知道他家的房子可大呢，就他一个孩子，那以后我要是和他结了婚就住他家，我的儿子一定是响当当的北京人，生下来就可以住楼房，说不准他还能把我弄进北京来，我的户口一进了北京，那我也是北京人了，我就要有家了，我在北京要有家了，我就是北京。柱子，我告诉你小弟，你以后要是再敢缠着刘小红，我就把你废了。我和刘小红是正当的恋爱关系，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你管得着吗？来，走。你以为刘小红真的喜欢你？好好看看啊。大哥，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她是我老婆。她是你老婆，为什么还要跟我谈呢？你问我，我还想问你呢。小子，你到底使了什么招了，让她那么喜欢你啊？我要钱有钱，要啥有啥的，可他们家老头老太太怎么就对我不满意呢？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给他们家灌了什么迷魂汤啊？小队，你今天要是不说清楚，我就把你剁了喂狗。嗯，哦，大哥，我知道了，你们城里人吃肉吃多了，就把粗粮认作好东西。哦，我知道了，刘小红把我当成了绿色食品。大哥，你把你的钱都捐了吧，都捐给希望工程吧，捐完了你就成了像我一样的没钱人，您就是绿色食品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是我们工地最大的老板，很有钱，他是把刘小红骗到手的。他在老家有妻子，还听说他一直在练什么功什么功，常常说要从摩天大楼里飞出去。可这么一来，我就没活干了。正午，我们走吧。去哪？随便呢，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您能不能带我到这个地方看看？正午，这不是北京，我没办法带你去。不可能，这就是北京。这不是北京。那你说是哪？可能是美国吧。美国？不可能，你骗我，这就是北京，这就是北京。 你骗我，你就是不想带我去。我自己去。正午，正午，别拉着我。正午，你骗我，你们所有的人都骗我，我根本就不该来这个地方，我要回家。正午，正午，小心点！正午，小心！正午，正午，你小心点！正午，正午，你小心点！
柱子，你真的不回来了吗？不回来了，这不是咱的地方。现在我想想，还是家里好，家里不会让你这么伤心。柱子，你再想想，你要是走了，你这辈子就只能在家里喂你那30口猪了。那我也认了，看来我天生就这个命。仲武，你好好的，我先走了。你要是实在混不下去，就来找我一起喂猪吧。保重，柱子，写信，别忘了给我写信。祝你们幸福，别忘了给我写信。没什您需要帮助吗？我想干这个。您会讲英语吗？不会。您是北京人吗？了吗？哎呀，你看看你，越来越脆弱了，就连这么点挫折都受不了了，还想当北京人呢？
你应该拿出上刀山下火海的勇气才行啊。笑笑吗？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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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朱古力，说，说你爱我。你开什么玩笑呢？我是认真的，说你爱我呀。你怎么了？我让你说你爱我，说你爱我呀，朱古力，说呀，朱古力，你说呀，朱古力。啊？张武，你一定要我说是吗？那我告诉你，我不爱你。我就知道。为什么？是因为你还要娶一个北京人做老婆呀。我知道为什么，是因为他，你一直在等他，是不是？我让你等。拿我的东西，你就把我的明信片给我就行。抽呢你！你说谁呢？
说你那臭民工，他说我们呢。你再说一遍，臭民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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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向我们道歉。我们错了，我们错了，不行了，你别打了。快向我们道歉。别打了。听到没有？快！你说我们是不是臭民工？不是，不是。没问题，问他呢。说，我们是不是臭民工？你说不说？小伙子，他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是他不对，轻轻的教训他一下就行了。不行，我要他说，说我们是不是臭民工？不是，算了算了算了。你说不说？算了算了算了。不是，别打了。是什么？是乡民工。我告诉你，我们是对这个城市有贡献的。房子是谁盖的？是我们。路是谁修的？是我们。粮食是谁种的？是我们。盘子是谁端的？也是我们。没有我们，你们一天也生活不下去，知道吗？寄生虫。可能谁家开门让他们躲进去了。算了，我看下次找着他们得弄死他们。他们不会在这儿吧？走吧走吧走吧，下次碰到再收拾他们。小子，下次再给我碰到跟你家没完。
正午，你好可爱啊，我爱你。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你再大声说一遍。我爱你，正午，我爱你。再大声一点。正午，我爱你。朱古力，我爱你。正午，我爱你。我爱你，朱古力。朱古力，我终于能像男人一样的保护你了，以后我要让你风吹不着雨打不着，以后我要让你过上好的日子，我要让你幸福，让你快乐。朱古力，我是不是最棒的男人？是啊。那你还等强哥吗？我说你还等强哥吗？强哥，你什么时候走？我想买明天中午的车票。正午，你别这样，正午，正午，正午，你别这样，我求你别。你要怎样？你要怎样？你到底要我怎样？你要笑，好，我笑给你看。妹妹，我帮你收拾东西。
傻站着干什么呀？进屋去吧。进来呀。我以为我再也回不来这儿了，我回过头来想再看一看这个地方，我突然觉得非常非常的伤心，我再也回不到这个地方了，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就非常非常的难过，于是我回来了。答应我朱古力，不要再让我看到空屋子了，我希望我每次回到这里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你。那我也不能不出门呐，我总得上班吧。你一定要在我回来之前回来，反正我不想再看到空屋子了，行吗朱古力？好，正午我答应你。跳啊。你们被选中了，将成为我们这里的救生员，把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从水里捞出来。喜欢哪一件可以拿来看看？我要买这件。朱古力，开门！朱古力，看我给你买什么东西了。朱古力，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朱古力，开门啊！朱古力，朱古力，你在吗？正午。我走了。终于，我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大酒店的门卫，也住进了充满阳光的明亮的房子。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属于这座城市了。我唯一盼着的，就是有一天我为宾客拉开车门的时候。朱古力，这种幻觉我产生过好多好多次，但我清醒地知道这不是真的。我最初的愿望虽然不像刚到这个城市时那么强烈了，但它依然像一种信念一样支持着我。我还坚持着每个礼拜去那个公园见好心的人们给我介绍的各种北京的女人。甚至已经有一些非常不错的女人对我产生了好感，但我却一直犹豫着，因为我心里面有朱古力，所以我变得挑三拣四。我想我应该结束这种生活了，
我应该按照我最初的梦想来完成我在北京伟大的事业。于是我决定再去相最后一次亲，然后我就会在那些对我有好感的北京女人中选一个成家立业。好几天了，你是来找我要回户籍的吧？以后我就天天等你哭我。强哥呢？对，他一直骗我，他不叫强哥，真名叫张大武。
说。